流浪外线。外星人大喊消灭小镇暴政，世界属于山体。有特殊电波传来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山体人真的要来了。你又买了些啥？这是男人的浪漫，各种高科技手机外设，当当当当，宇宙人无线蓝牙耳机，嘿嘿，赶紧试试效果。乡亲们别怕，绝不让他靠近信号塔。皇冠，匹配失败，换一个试试。当了的当，全息投影键盘。好，防火墙开启。又失败了，下一个。当了的当，手机 VR 眼镜。梦他。当当当当，手机用相机镜头。Avatar，乡亲们，我们胜利了！哇！我丢！我要投诉。亲，您确认一下蓝牙功能是否开启？这个。耶、终于匹配上了。什么嘛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早说嘛，我给你们的信号塔打过报告了呀。万一回答了山体人来了怎么办？我以为不要回答嘛。三福，你科幻小说又看多了吧。真的很抱歉。这些东西真的很厉害吗？废话，这些可都是最先进的外接设备。这太酷了吧！别！有点晕啊！真的能看到月亮哎！那当然，这可是500倍变焦。原来是真的倒影。哪有人会用长焦头自拍啊？哇！打字超快的，工作超方便。你只会拿手机打游戏的好吗？说到游戏，当当当当，吃鸡神器！从现在起，我爸爸必吃鸡！哎呀！主人怎么还是这么弱啊？凭什么呀？哼，敢小看我，看我的终极外设！呀，嘎！我是无情的战斗机器，受死吧！哎，彩艺设备无关呐。我买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不要哭哦，乖了。